上右脚，上右脚，撩左腿，撩左腿，右脚蹬地，蹬地，蹬腿，啊，蹬腿落地。如果我们在台上教的时候啊，可以把这个动作分解成二种，马三种，一三种。但如果在正常演练过程当中啊，这个动作是直接上右脚，脚落地，后脚。再看一下，落，落右脚上左脚，落右脚上左脚，三种。再看一下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抬手，带，看我的下肢肚子啊，左脚蹬地，右脚往前迈，带。上面的手型是盘手，一、二、三，上去，别开始。盘手，一、二、三，上去，好，开始。这准备演练的时候呢，盘手，一、二，可以往后看，在打击的过程中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说下一个动作，五花手头顶走，五花手头顶走，双手往后勾，来，右脚啊，右脚往后蹬，蹬直，左脚支撑腿弯曲，眼睛从右向左垂直挪动，一，蹬，好，再看一次。